现在还不能给你们看 room tour， 因为非常乱。我爸、我妈、我对象还有我啊，连续一周从早上搬到凌晨。然后我都非常庆幸我家里有这么两个东西，这是个按摩仪。我买的时候啊，我对象说，哎，就整那没用的。结果全家排队用。啊，真香。这有四个按键，什么肩的、脖子、腰、后背，你只要想打，你就把它往下垂，都可以打到。我这两天脖子空调吹的贼疼，就把它拿上，一边按摩一边打上那个热敷，哎，我贼爽。我这种披肩真的买过贼多，但这个是留下没退货的，因为它自重很轻，它这个料子呢脏了就很好擦，而且捶打的力度就是刚刚好，还在热敷，也便宜，我就怎么这么会买？还有就是这个颈椎牵引枕，搬家的时候差点给我丢了，我让他们睡前每个人呢用这个拉伸15分钟。哇，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东西我买过很多种，我家里以前那个就是很小而且很硬，但它的尺寸就会大很多，而且它边上这些地方都是有一点弹性的。如果你颈椎不好或者有富贵包姐妹，你这个家里一定要有，多枕一枕。它就跟那个我们去外面理疗店让你垫一个啤酒瓶子在脖子下面一个道理，只不过它会更符合人体工程学，更舒服安全啊。咱就每天睡前呢枕个10分钟，等你岁数大了以后医生他都赚不到咱这钱。